鬼门打开了，欢迎回来收看《咒怨 Part 4》。今天我们就来玩第四关卡了。那基本上呢，游戏呢只有四关了，那还有另外两个关卡是隐藏关卡。那隐藏关卡，然后我们就下一个 Part 来玩了。这一关是叫什么？哎，又是这张照片，保安人员的。哦，小明，所以说这一关我是，哎，关店了吗？关店了吗？哎呀，我是一位保安人员吗？然后我要拿这杯面去冒险这样子吗 ？Oh my god， 为什么要把关的？那不是 Rosma 吗？刚才的样子，就是 Rosma 跟那个小明，他们来了这间。他的故事到底是有没有连接啊？我听到小明的声了，真的是可以拿吗？就是还有另外两个关卡的，如果你要解开的话呢，就是要找一些碎片啊。这个游戏 ，Oh my god， 他在外面，等我啊，吃杯面吗？好黑呀，完全没有东西呀，一开始就有一个地图诶，他的声音是在我右边出来，我就要看右边。哇，很黑呀、啊！喂，这太黑了吧？左边呢？那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吧？那我们要走开，这一个电梯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有水在垃圾桶那边是游泳池吗？这个是办公室，这个是男厕女厕，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 studio 在这里的呢？又有另外一个电梯，一个吸烟。我们应该是先要去吸烟吧，吸完烟上你厕所，然后再去 studio 那边唱唱歌，再去办公室做完一些事情，然后去游泳，然后就被电猝死。哦 ，OK。问题是我现在没有。哦，我这样讲，我的电池就完了，跟你讲。走了。哎，这可以看回进去吗？应该是有些什么事情的，知道了。为什么卡住的呢？我看不到那个屏幕啦，那个是安全。我认为还有其他人。我要开电还是什么吗？我没有读完啊，为什么这个字？我的电池一开始是找电线，找电池。上一趴的电池很多。小明，不是小明吗？哦，为什么心跳声呢？这是，有心跳声。哎呀，小佳，你是尼姑吗？尼姑吗？我听到有些什么声音哎？嗨，小明，你是小明的脸啊？哦，没有电池了，走，这是什么来的？应该不会动的吧？啊，真的是会动的啊！你开门给我嘛，好吧，我就先进吧，我没有电池给你们玩了。不是，哦，这是电梯那边。哦，他自己看的。怎么样？哦，我听到了 Rosma 声了。啊，这，为什么你会变来的？为什么你会变的？要跟我玩亲亲吗？这是幻觉吗？可玩亲亲吗？一半在里面。我没有电池了，死了。我没电池了，我死了，我第一趴就死了吗？我刚开始就死了吗？那是办公室吧？不能开，走了。没电池，死了。我听到声了，我听到一个东西也在前面。哎，小明是你。我应该先拿电池。哦，刚刚好，我的电池，快点。快点拿！阿格林，给我一个阿格林的电池，它在后面吗？诶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要打算要去烤那个猫吗？跟那个……小佳，你的毛很长很直哦，是有烫直的吧？这种这样的，
Oh God！ 小明呢？这是小明吗？哦，跑了啦！好黑呀、啊，这里。我们是度过了那个哦，刚才那个就是那个游泳池的地方吧？那我们前游泳池，现在是男厕女厕吧？前面为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又跑去哪？啊？要叫？先走了，就快一点，男厕女厕。哎，又知道了，我是男生，我是男生吗？那个手没有手毛耶。纸进来厕所，有镜子给我照一下吗？这是镜子吗？没有东西耶，镜子。有水吗？没有血啊。先打开吧，不可以。该不会 Rosma 还跑进来吧 ？Rosma 应该是在哦，看到哟、哦，为什么自己走？你这什么又自己走呢？我听到了 Rosma 了 ，Rosma 你走错了，这个是男厕，休假，休假。喂，你跑进来不是更死吗？哦哦哦，他走来了，他走来了。哦，我又要瞄那个圆圈了，我又要瞄那个圆圈。快点快点快点，瞄！你不要走这么快呢，为什么？想把那个圆圈这样。这四个人，所以说我是控制这四个人跟那只狗吗？哦，四个人是说我们四个关卡控制四个人，所以说每一关就死。可是第一关我没有死吗？不是吗？第一关我没有死吧 ？Part one 有死吗？他从电梯走出去而已啊。这个是第四个人，嗯，有一些联系的吧？这四个故事。OK， 先看一下那个啊，看到了，这次看到了，就是一个 locker。这是 lock 还是洗衣机？这什么这样子？这小个，这可以打开耶，我刚才没有打开呀、啊。这可以打开，它的门不是说你一照到、哦、这里有没有来过了？这里，哦，哎呦，一个人，你们应该是有一个会动的了，是定了我。打卡吗？要打卡吗？先打卡吧。帮我们的朋友也是打一下，这个做什么没有头？这是办公室吧？你看他的门啊，你看，要绕几下才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老总的房间吗？这是怎么样，老总？老总叫我进房了，死了，还要炒掉我了吗？看看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我、哦、听到小明在我后面跑过的声音，看看一下吧。哎，这是什么来的？白白的婚纱吗？就有一件衣服啊，差没错，哎，啊，找到另外一个碎片了，要找到完全全部碎片才可以，没有可能没有东西的吗？一个房间是不是太让我失望了？太令我失望了，这样，又是这个，我看一次下一次，你是怎么样？你这什么脸臭臭？叫你们来上班，你给我脸臭臭，相信我炒掉你们吗？保持笑容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我是顾客哎，又是这些，这里很大哦。这里要看电池吗？先拿电池，是电池吗？这不是电池哎，我死了，我们不是电池，这是什么来的？中间是二号，我、哦、要开门吗？中间是二号，死了死了，没有电池哦，哦哦哦哦哦哦。啊！走上去了，哎呀，怕他咩？真的是以为我会怕他这样子、啊？不要看那边的嘛，最多，嗯，先找电池，先找电池，没有电池，难道我要死两次吗？没有电池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死了。我应该要先拿电池再绕回来吗？这关是怎么样的？是，我又死了，很大哎、欸，这间房间。啊，又来了这个，这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来了？啊，找到了，哦，刚刚好，又是阿格林哦，你做什么又跟我玩这样？哎呦，你这样做什么？啊，我们现在在这里了。哎，什么声？
哦，那电梯，电梯的前面嘛，后面。所以说这里是拿电池的，对对对，先拿电池。啊！哦，又是这个毛！哎呀，下两次是怎样啊？是男厕女厕在前面的，明明男厕是有那个 Rusma 的吗？很难呢，刚才他的那个速度啊，哇，镜子很大片，镜子很大片，先看镜子，没东西吗？太令我失望了，太令我失望了，镜子。谁喝酒呕到这样？要一间一间打开吗？很好啊，你看，啊，设计这样让我打开的哦。我卡住了，我没有东西了。为什么自动关的呢？这件没有好东西的，绝对的。哦，有电池，这么好。阿格林，好久不见，阿格林。哎，没有好事情，那也可能这样容易给我逃出去呢。刚看一下镜子，啊，我看到他了。你们看到吗？他退后了。哦，为什么这样多毛呢？上完厕所要理发，哎，这可以按呢，每一个都可以冲了。哦，怎么这个冲出番茄汁呢？管他了，先。哎，他不打算来吗？这是，刚才我是怎么激动的？哦，雨伞卡在地上哎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要瞄那个死人东西的，很快啊，走到问题是，你看，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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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瞄着那个手把是怎样？没有了，他没有在了，然后我要出去吗？简单呐，出去，赶快逃！为什么 Rusma 你跑来难？这是怎样？嗯，赶快拿了。26，第一个号码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号码，嗯，没有吗？镜子，哦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一个东西的，小明，哦，是小明，小明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在后面吗 ？Shit， 到后面有没有走过了？后面，这里哇，很黑，很黑。很黑哟，这里听到，我听到猫哦。现在我是在哦 studio，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studio 吧？打开 ，studio 是什么混音吗？要唱歌吗？要开始录制我的新歌了。这什么有一些？这么一些？嗨嗨。模特儿，你是模特儿吗？为什么你没有脸的呢？这是，嗨，为什么走在这里没有身去的呢？后面这个是，嗯，哇，嗨，你们什么声？我确定我听到声呢。诶，那什么在后面？哦，第一张是几号？那如果我输的话，就直接不用926。哦，他自己动了，他自己动了，我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嘿嘿嘿，我怎么会变成你的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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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，这还扇门呢，那影子。那通往哪里呢？不是 studio 吗？那空空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！咦呀！什么声？我确定我听到声音，一直哦呀，哎，这一片，好的。哦，就是说，就是那四个人的照片吗？哎，你该不会动了吧？
没东西。那 studio 走完了，那剩下电梯还有这里来的还是这里来的啊？我听到他的声音了，这个是小明吗？还是玩具来的？哎，小明也是玩具来的，玩具来的。我听到球的声了，他又在玩球了，小明。小明又在玩球了，你该不会变小明的吧？你会变的吗？不会耶。这问题为什么球的声音啊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血迹吗？是小明的画作吗？没有什么东西耶。哇，很多。哇，我听到电梯的声了。谁来了？门打开了，什么都没有耶。问题是电梯在这里吗？看一下啦。哎，哎，滚回家吧！喵，这样是没有事的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啥？电池吗？那我拿那些密码是，哦，有一个吸烟，哦，是在这里吸烟的吧？这条路咯，说去那个店，哦，我们打开店了，是这里打开店的吧？哦，可以的。926 Detox Detox 就好写了，禁止进入。你不是说你是保安人员，不是说你不知道密码了呢？没有逻辑的，不是保安人员吗？那密码你都不知道，你做什么保安人员啊？哪里有这样容易啊？转身的东西好了，等着你了。开店的吗？这样容易吗？哦，刚才头发在上面的，它在上面流下来的吗？哦，我不能动了，它自己动的。你看一下中间上面的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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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你是 Superman 吗？你以为你是超人啊？哇！那我要去回哪里呢？嗯？要去回我们之前一开始的那个？可是问题是我开的店为什么黑黑的呢？还是有电梯些什么可以？啊，自己动了，像说我走对路了，我以为说我走错路了，没有开到是什么？我，哦，又开了，这个是一开始的那个哦。跑！哇，还在来，还在来，不要！哇！你以为你是白的面呢？黑眉精！哦，逃出去了吗？哦，这是我们开始的地方。他真的是以为他是猪，哎，蜘蛛哦，还有他的声音又来了。哦，转身。啊！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成功代言了。死了，又死了。全部都死，四个。问题是 part one 的没有死吗？跟那是狗不是吗？这个是那个四个人的照片吗？好像不是哎。那这个又是什么？要拿到完全部才可以解开另外两关呢。啊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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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